个也杨飞利在里面。小姐下的逐客令吗？是相点，赶紧走吧。职责，你不要太感情用事了。这件事你没错，我也没错，错的只是命运。今天你犯上的举动，就算情有可原，我不追究。下次你有胆子，再试试看。同胞，这么多男男女女每天挤在一块，为什么我们两个能接上头、碰上面、说上话呢？啊，周姐，我问你，这是什么原因？我告诉你，这就是有缘呐、啊，有缘。
用人我们才能认识啊。佛家说过，这同床共度都需要500年的缘分呢、啊。那我们俩认识，那不是需要几千年缘分了 啊？如果再加上朋友、妻子和你之间的关系，那不是需要几万年缘分了吗？周先生，我这么帅，你就知道有多难了吗？我知道我们很有缘分，才会经过叉烧包彼此介绍认识。也知道你们两夫妻结婚15年。都没有缘分生活，那现在那么有缘分，领养我们同事的小孩，不知道您对这么有缘分的小孩有没有什么计划？而这个计划可不可以让这个缘分更圆满？我知道你有很多的计划，不过我想先问你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我那个同事呢，总共留下3个孤女，不知道您愿意收养几个？这是一个很难的缘分。几个？周先生，你开玩笑啊？这领养小孩子又不知道菜场子买葱买蒜的啊，一把一把好几个。没缘分。真的，我知道，我觉得他真的是个好人啊。我知道，邓志豪，不过三个小公主不只需要好。他们需要一个可以一次收养他们三姐妹的好人。这多难啊，有谁愿意找这种麻烦呢？我知道难，靠缘分。叉烧包说：“林颖到处找人把小孩送出去啊，兄弟啊，你不是玩真的吧？你不能一向只说不做，光说不练的吧？他们真的是我心肝宝贝，你把他们送出去以后，他们很可怜的，不可以把他们送出去，不送走怎么办？”你听到我讲话啊，兄弟。如果你真的听到就点头，听不到就摇头。兄弟，点头，拜托点头，点头。再这样下去，我神经病。不行。不听到我讲话，为什么只听到一句呢？是什么原因？太阳、月亮、气流、风水、高压电，或者是我这个神仙又说懂。交往还真复杂，要怎么查？那个人蛮帅蛮年轻的，可能是八美凤的男朋友。查查最近的资料，邵福星的笔录曾经提过八美凤是老板娘，还有一个老板撑在后面。老板？对，很神秘，没有名字，没有任何资料，啊，就只有一张不清楚的画像。没错，就是他。我已经闻到他那股邪恶的味道，他冲着我来了。我觉得不太妙，还是要小心一点。套句雷公话，我们是贼头，该怕还小心，应该是他。休息，又在讲那个鬼故事。他伸出来一只脚啊，六脚趾的脚掌，就好像那个猪脚一样的。哎，天哥，快点过来听组长讲的半夜鬼上床的故事，好可怕！好，你快点过来啊！想听鬼故事？我有一个真正精彩、真正的鬼故事，想不想听？好啊，是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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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再受热闹了，我拜托你多花点心思在丁丁他们身上好不好？拜托。
我的鬼故事只有一句话，老头回来了。哎，我回来大家应该高兴才对啊。我在这里，大家好，雷公公，拜不了 long time no see。 这大家吃面灯讲故事，除了轻松，这你干嘛在吓自己啊？信不信由你。对啊，我回来就回来了，有什么好吓的？信不信由你。幽灵呢？我们呢？我站那么远，我发誓。哎，风风吹的了，你这该干什么大惊小怪的？还愣在那里干什么？赶快把便当吃了，没有公文办了，没有坏人要抓了。哎。不讲鬼故事了。其实鬼故事也蛮好听的啊。实说我也不知道，我不相信，却不得不信。很多事情我觉得怪怪的，他总是好像一个老太婆一样啰啰嗦嗦的，整天跟着我，我听不见也看不见。修正，刚才我听到了一句话。这是什么话？啊，我拿来的。阿祖到底说了什么话？不要把小孩子送走，这是我唯一的心声。说不定这是阿祖心声的，他当然不愿意把这三个小丫头送给别人了。你说不定啊，是你想的太多而产生的幻觉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这是个笑话，哪有人死了以后再回来，再跟你身边，再天天跟你讲个不停，这笑话吗？简直了，大你不用问我了吧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得问两句求证一下。哎，你知道我们干警察的，就是要大胆的假设，小心的求证。不过我现在证明一件事情了，这是个笑话。你慢用啊。我忘了问你一次，最近还有看到什么奇怪动物？Magazine 的摄影记者，我叫 David， 这是我名片。It's nice to see you。从15岁开始，我就有一个梦想，梦想有一天我会在这样被的身上抓着，用兴奋又哀求的语调告诉我说：“小雨，你是我看了最漂亮、最有味道的女人，请你到我们演戏帮我们唱歌好不好？
个梦，而这个梦从来都没有实现。我知道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在用这一套来招摇撞骗。我之所以愿意来和你喝杯咖啡，是因为我好奇的想知道你到底想从我身上骗走些什么。不要骗我，别的本领我没有，骗这个字一个马一个饼我都很熟。我没有经过你同意拍过你两次照片，这是酬劳。拍多少次给多少钱？钞票不是拿给我，可是台湾这么多美女，你为什么会偏偏选上我呢？因为你有自然美。我有自然美？我拍照拍了十年，拍遍了各国的美女，可笑的是我只拍到了一大堆用香水化妆品堆积出来的美女，我根本找不到什么才是你的自然。你知道我看到当街肯吃巧吃冷饭，我才猛然心动，猛然间开窍。可能这叫能让你开窍啊，这是很便宜的。不是，不是计较，是你不畏这种眼光，率性而为的神勇打动你。那才是什么？是你跟摊贩讨价还价，顺手抓大葱，我开心的真诚打动你。那才是自然美，我梦寐以求的自然美，源自你身上。我知道我很自然，是没想到卖店卖钱。我希望你多帮我拍几张照片，请多配合。没想到大哥他是这么大方啊！下次我会多有一些翅膀的，接地的大肯特肯，你尽量拍，尽量拍啊！这个女人还真好骗。哎呀，我回来了！哎，你们赶紧跑，再不把马架住，我来不及对你小鞭子喽！像我这么自然美的女人，怎么会任性浪费食物、浪费钱？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我是看你那个化妆品卖不掉嘛，我老太婆化妆品正好用完，我就要把它拿来试用一下呀。你瞧她紧张的德行。没给钱呢？给钱？我给个比你钱呢？人家百货公司里面化妆品小姐哪个不是追着你叫你试用一下，先试用一下？给钱？你真的以为我是南过来的西方土包子啊？你拿过来啊！这个包子把我毁了！化妆品只能制造出都市里面的机械美女，像我这种真的自然美的女人，会卖些低俗的化妆品吗？不要，都留给你，拿去。
送啊。凭什么？他又不是我们的爸爸，他凭什么当我老公？他凭什么决定我们三姐妹的未来？不过你们不要担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赚钱养你们的。哇，真是上天金眼棍，姐姐为了妹妹去做我女儿。他不守信用，他说话，他没有感情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就当我家里没有这个人了。我在问你的话，懂不懂啊？懂懂懂。家里没有天使是这个人。哎，小宝贝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哎呦，我香喷喷、热腾腾的饭。这脑子就没有用了，不要他。什么叫做儿子？就是妈妈忘了煮饭，很辛苦的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买包子的，就叫做儿子。快，小公主，我把碗筷准备吃饭啊。来来来，哇，哇，今天鸡脚六元了。哎，鸡脚，谢谢啊，这是表现我的事。来，谢谢谢谢。来，馒头。爸，是鸡脚。香香，好，我的碗筷呢？魏叔叔，你在哪里啊？我看不到你。安娜，我们家里面是睡你把这里的。对啊，香香，黑怕嫂子。来，妈妈的碗筷给你啊，反正今天我们吃包子吃鸡脚，用不着碗筷，用手就好了。今天有个同事晶晶要收养你们三个，不过我拒绝了他，因为他只肯收养一个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三个在一起比较好一点。叶阿姨，你看鸡脚一样的好美啊。联合抵制，不能过期。天使说，他会不会生我们的气，不再爱我们了？他会生我们的气，可是还会一样的爱我们。你怎么知道？爸爸说过，天使说表面上看起来不正经，其实他比谁都重感情。重感情就不会把我们都送出去了。天叔叔说，就算我们被送出去，也要三个姐妹能够住在一起。姐，你相不相信呢？不要管我相不相信，看你自己相不相信。想到了一个办法，我在我身体比较明显的地方刺个青就可以了。刺青？对啊，我看书上说用针把图案刺到皮肤上就一辈子消不掉。哎，香香，帮我选个图案好看一点哦，家里认我的时候啊才不会认错。我才不会认错你这个大胖子。我才不会认错
做自己的姐姐。女大十八变，我不会减肥啊，我做一辈子胖子啊。那你帮我挑个图案，不要卡通的哦，现在长大会被人家笑死的。那给你在手上系一个好不好？我不会痛啊。书上没说，你烦不烦啊？痛的话哭一哭就好了。你这个三奶鬼不是很会哭吗？那好吧，我也是一个忍者龟。我是一朵玫瑰花，以后你看到我就叫我玫瑰香香，哈哈，我也是玫瑰的。知道你不赞成把三个小孩送出去，不过他们留在这里又没人照顾又不安全，总之那如果送给别人，别人会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小孩，对不对？安不安全看你，有没有人照顾看我，你呀这都是借口。妈，你年纪那么大又那么健忘。你嫌我老嫌我健忘啊？是哪个人一口饭一口饭把你养这么大呀？我能够养你，我就能够照顾这三个丫头。事情不是那么单纯的，小孩子不是有饭给他们吃就可以，要照顾他们，要教育他们，要给他们安全感。总之我周小天养不起他们。哎呀，我不懂什么大道理了，我只有一个观念，周浩天呢、你要是为了义气来抚养他们，你是人上人；你要是为了自己过不去，你就放弃他们呐，你是人下人哦。我不管人上人人下人，他们必须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妈，你不了解外面情况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当警察的儿子也随时会有殉职的可能，到时候怎么办？
走。对不起，我没想到你突然会冲出来。对不起。心思在抓坏人身上，不要再来找我。你欺骗我，又带警察来要我妹妹的命，我真不懂，你怎么还有脸过来找我？我还带了七角哎，你看我连菜篮都带来了。可是我忘了买葱了，如果需要的话，再上去再附近。脱下来。创造了美，还说了啥？你放心，我怎么拍都美。我不干了，只有人工美的场面。
我这个查囝，我这查囝算讲小车，好像拢是小车拢是，啊那个哦，那我拢袂食过，对老大真真好。不过呢，还是有很多善心人士真的要认养小孩照顾小孩的，就看你有没有机会遇到了。我是一个警察，我知道有耐心才等得到兔子。为什么不考虑把三个小孩分开来送呢？这样比较简单一点。你懂什么？他们三个都是我的女儿，他们是一条心一条命分不开的，你不懂得少数鬼主义。我是来认养小孩的。啊，完了完了，好漂亮的人出现，快有人的书牌旗了。叮叮当当香香，我是他们的叔叔奶爸周浩天，我是他的十尾亲妈吴金土。我叫丁文君。我喜欢这个名字，又简单又好听。是这样子的，我跟我先生八年前结了婚，结婚之后我跟我先生就搬到日本去定居，直到最近才回来。在这八年里面我没有一点点怀孕的消息，但医生告诉我我是一个不能生育的女人。你知道那种感觉有多可怕吗？哎呀，女人为了生孩子才能可怕。我们的家庭环境很好，还算蛮有钱的，但是一个房子再华丽，一对夫妻的感情再好，如果没有孩子的欢笑声，那个房子就空空洞洞的，没有家的意义了。我跟我先生已经接受了没有小孩的事实，可是我不甘心。我告诉我自己，我一定要领养孩子，我要学习做一个最好的妈妈，我要把当成自己的亲生骨肉一样全心全意爱他。哦，那太好了，我最需要像你这种有爱心有诚心又漂亮又坚强的女生。我相信胡家三个小孩一到你家，一定帮你们家打扮得热闹无比，你绝对不会感到空洞寂寞。哎，对她的丈夫家庭环境还没问清楚。哎，我只要领养一个孩子啊，三个我没办法照顾过来的。周先体面我的诚意，再考虑考虑。我实在不忍心把三个小孩拆散，对不起。还是请你多考虑考虑好不好？对不起。喂，请给我一个林董事长。我就不相信我打那么多次电话你也听不出我的声音来。董事长来开会，请留话。不接电话也没关系，
你告诉他我回来了，我把他八岁大的女儿也带回来，叫他开会的时候仔细想一想应该怎么办。董事长和董事长夫人有一个五岁的孙子。我说的是我跟他生的女儿，他在外面偷偷摸摸跟我生的女儿，现在女儿要回来找他了，我们都要躲躲藏藏。我会找到他的。对不起，不太清楚。小妹啊，嗯，你家里面人知道你出来工作吗？我家在东部，我已经十八岁了，我正好十八岁。我已经高中毕业了，我在报上看到你们都说月入十一万，而且还分散住，你很困难，还可以代为解决，所以我就来应征了。你有什么困难？我要赚钱。看你长得还不错，我可以用你。不过我要先告诉你，你要陪客人坐台才可以赚这么多钱呢。坐台？什么坐台啊？上面不是显示吧台小妹吗？洗洗杯子，切切水果。